成功把赵丽颖推上内地电视剧一线女星地位的《花千骨》即将开拍电影。之前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火遍全国，随后开拍电影版。尽管口碑劣评如潮，但票房成绩还算有所交代。因此，《花千骨》决定依葫芦画瓢开拍电影版。早前透露女主角赵丽颖因档期不合将不会参演，而男主角霍建华有传会继续保留。有消息指杨幂花十亿买下《花千骨》的电影版权，计划在2018年开拍，而女主角花千骨将由她工作室的主力迪丽热巴演出，实行花钱花力捧迪丽热巴做女一。不过迪丽热巴上一部戏《秦时丽人明月心》播出后评价不佳，网民就担心这十亿白花了。其实杨幂主演的剧集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一直都被拿来与花千骨比较，不分高下。既然买下了版权，倒不如自己亲自演出，感觉出来的效果比迪丽热巴更胜一筹。